最近一直挺忙碌地在四处出差，对接 Conflux 的社区流量工作。感谢你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按照惯例，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和履历，以及你是怎么进入到区块链行业的。Robin，Hello b l o c k c a s t 的读者们，大家好，我叫彭汉，也可以叫我 Robin。我是 Conflux 的生态负责人。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软件工程专业。我的经历略微怪异一点。我先在读书阶段有过两次创业经历，之后才参加了工作。第一次创业是在二零一四年，IDG 投资了我和几位好朋友做的一个互联网招聘平台公司，并于十五年被收购。另外一次是在十七年，由 Plug and Play 投资我的社交 App 新队。 这个项目不幸失败了。之后，我被创大资本收留，开始研究并投资区块链领域。后面加入了德丰杰，开始更多关注海外的区块链项目的投资。我在创大资本与德丰杰参与了多个区块链项目的投资和投后服务后，算是正式踏入区块链的世界。在幺八年末，我认识了 Conflux 联合创始人袁杰。 在一次闲聊时候，了解到 Conflux 在开发钱包产品的过程中欠缺人手，于是我主动请缨，带领我之前创业的团队，利用业余时间协助 Conflux 开发产品。这一合作就是一年时间，我们先后参与了官网、浏览器、钱包等产品的开发，在此过程中，也与 Conflux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是去中心化的信仰者，我想要去一个对区块链行业有最大贡献的地方，不管是在投资机构还是公链团队。这也是十九年九月我加入了 Conflux 的主要原因。Blockcast C C 作为一个前连续创业者和区块链方向的投资人，你应该见过了很多的公链项目，为什么选择加入了 Conflux？ Conflux 哪些地方吸引了你，Robin？我在德丰杰的平台上接触了世界上许多非常优秀的公链项目。Conflux 的团队当时吸引我的主要是两点：一，Conflux 是为数不多的纯工程师文化为导向的公链团队，而且技术领导者是华人之光姚期智院士，他与很多商业导向的公链很不一样。 Conflux 专注于技术和落地，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商业利益。最开始的初心是不一样的。二，在我还只是社区成员时，我带领我之前创业团队与 Conflux 合作开发了一些产品。Conflux 的创始团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尊重和认可，这让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所以我选择加入 Conflux。 和团队一起走下去。Blockcast CC 作为 Conflux 的生态负责人，你能简单的谈下 Conflux 社区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目标是什么吗？Robin，Conflux 技术社区目前分成两种角色：核心技术社区成员和普通技术社区成员。同时，还设立了技术社区技术评审委员会和综合委员会。 核心技术社区成员参与 Conflux 社区产品的研发或对技术社区有重大贡献，比如影响力、组织工作等。普通技术社区成员尊重并遵守技术社区宪章的任何技术爱好者。目前，技术社区的社区宪章很简单：一、不利用区块链技术作恶；二、技术社区产品以技术为导向。 社区价值至上。三、社区产品不能伤害 Conflux 名誉。四、不允许破坏 Conflux 社区公共资产。五、不允许破坏 Conflux 社区成员私有资产。未来的目标是将 Conflux 技术社区打造成一个高度自治社区，有优秀的技术工作者在我们的生态里提供优质的、D、app。 我们每个季度会给为社区做出贡献的参与者总额达数万甚至数十万的 F C 奖励，上不封顶。Blockcast CC 看来 Conflux 在技术上的支持和投入很大，在这么大力的支持下，发展速度应该很快吧？你会考虑在这个生态上继续创业吗，Robin？我会考虑在 Conflux 生态里创业。 或是做一个 d e f 我一直非常欣赏以太坊背后的 Consensus，未来我也希望能做类似的一家公司，为 Conflux 生态提供完整的服务，为政府、大企业提供采用 Conflux 供链、联盟链技术的咨询服务方案，为 d e f 提供生态支持等等。目前这些思考都还在非常早期，还在慢慢打磨中。 BlockCast CC 在 Conflux 技术社区生态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未来会有哪些 d a p 目前确定合作的 d a p 多吗？Robin，目前技术社区发展非常好，目前 Conflux 的周边产品完全都是技术社区成员在研发。除此之外，还有数十个 d a p 正在迁移到 Conflux 的链上。在我的理解里。 我把 Conflux 看作游戏领域的主机一样，例如 Switch、Spox，在主机上市时候会有很多首发独占的游戏，也有第三方软件厂商的游戏。主机厂商会有节奏、有策略地发布游戏。同样的，我们也会有节奏、有策略地将这些、D、App 发布在我们未来上线的主网上。Broadcast C C。 那等主网一上线，就是一个初步繁荣的生态了。一个公链真的是要有应用、有用户才叫落地。我还有个疑问，Conflux 经常被拿来对比 e l g o r a n t 或者以太坊二。我们知道目前这两个项目都是 b o s s 的共识机制，为什么 Conflux 选择了 p o p 机制？会一直坚持这个机制吗？Robin，Conflux 是 p o p 信仰拥簇者。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Po 在区块链没有成为商业社会的重要角色前，是消耗社会资源最少、最公平的共识机制。而且，我们在 Po 共识机制上取得了非常多重大的创新。欢迎各位关注我们在国际顶刊持续的论文发表。Conflux 在区块链学术的研究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另外， 虽然 Conflux 目前采用的是 p o p 机制，是在不牺牲安全性的前提下，我们的性能是非常高效的。我们的测试网的数万节点均采用家用电脑级别硬件和普通的宽带带宽水平，这种情况下能达到3000 7000 TPS，足够适应绝大部分商用场景。最后想说的是。 有些公链 P 转 BOSS 是因为性能等各种综合条件的限制而转的。举个更通俗的例子，如果说这是一场区块链考试的话，你考九十八分是因为实力就是九十八分；我们考一百分是因为满分只有一百分。限制 Conflux 发展的现在不是 Pow，以后也不是 b l o c k c a s t C C 霸气。 最后，我想代表 BlockCast 的所有个人投资者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作为个人投资者，我们应当如何去分辨项目的好坏？怎么去做投资决定呢？Robin，你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几次与市场部的同事一起参加区块链的峰会的经历。在听一些复杂的产品介绍的时候，同事会请教我这些产品的规则和原理。 我都会回答说：不用懂，你觉得不好理解就不要用。你已经是从业者了，你都听得头大的话，那它就是劣质区块链产品。当然，我说这句话是以用户的思维角度来看的，而公链的使用者不就是大多数的普通用户吗？如果这条公链的产品你的使用体验很差，那这条公链基本上价值也不大。 判断一个区块链项目的好坏，交易市场的投资人就是裁判。d e p 等实际落地应用的使用友好性就是判断指标。要是你觉得不好用，那就是不好。要相信自己。如果你有更深入的兴趣，在投资前也可以配合参考以下信息：一。 对着白皮书看看这条公链团队创始团队在学术市场的表现和其他综合背景。二，该项目在 g i t h 上的表现。三，进入该公链社区，与公链团队一起做事，深度感受。我觉得这三件事情做了，你甚至比他们公链团队更懂这条公链的二级市场表现。 去年 EOS 主网上线的时候，我也是通过自己搭建 EOS 测试节点测试 EOS 真正性能，得到与白皮书所说数万 TPS 相差甚远的结果，所以坚定地做空，还赚了些钱，算是作为公链技术爱好者的泄愤吧。小 broadcast，哈哈，不要看广告。 看疗效好了，正经事聊完了。我现在问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区块链行业变化多，压力大。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业余的时候喜欢怎么放松自己？Robin，我喜欢跳街舞。其实我是一个 boy，就是俗称人形拖把，哈哈。Hip hop 文化的内核与区块链其实不谋而合。 有很强的反权威的精神传承。国内的 Breaking 也是像江湖一样，各种门派相互较量。除了不同招式之外，还有不同的精神符号。比如以前的好友的团队名字叫 s h i l i n g Shadows，还有一个叫第三十六 Chamber，都是深受中国武术文化的影响。街舞的经历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街舞塑造了我的精神内核。比如，曾经比赛的时候，一个好友跳着跳着哭了，然后都在大家安慰他的时候，他却愤怒地说道：“我跳舞是和音乐做爱，而你们都是自慰。”那个时候，大多数 dancer 都是在背自己的动作套路，很少随着音乐 freestyle，而他是一直贯彻 freestyle 这件事，影响我至今。 做事情一定要沉醉其中，了解渗透。做区块链也一样，要让产品、让区块链生态以非常自然的姿态融入用户的商业活动。最后，我想用我的偶像李小龙的一句话作为结尾：“Be water, my friend。”街舞 boy Robin 的高糊涂，这完全不是同一个人吗？又括号，broadcast 真看不出来。 看起来很技术宅的你，竟然还是街舞达人，真是意外又惊喜了。原来运动斜杠艺术真的会渗透到人的内核，影响你的三观。非常感谢 Robin 今天的分享，理科生的条理性和严谨逻辑，还有街舞精神都给我印象深刻。聊完我感觉现在对 Conflux 的社区和生态理解更深入了。 非常期待看到明年 Conflux 主网上线后的表现。Robin，谢谢主持人的采访，也感谢 BlockCast 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持续关注。如果大家想跟我进行更多交流的话，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Perhaps 七百一十一或者邮箱 p e r h a p s 七百一十一 at 幺六三点 com 一起探讨行业问题。 关于 Conflux，成立于二零一八年的 Conflux 拥有区块链行业内最顶尖的理论和研发团队。Conflux 使用自主研发的基于树图结构的可扩容的共识算法，在不牺牲任何去中心化程度的情况下，在内部测试网中实现了三千加 TPS 的高吞吐量，行业内遥遥领先。Original Source。 https: 冒号双斜杠 broadcast 点 cc 斜杠 interviews 斜杠 c o n f l u x ecosystem robin interview